今天煮的红烧肉。打包是吧？兄弟们，我现在已经出摊了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告诉你们一个非常好的消息。水煮店，你妈妈？我自己煮的。你自己煮的？嗯。我也这么能干。好了，今天一来的话就打包，这个姐姐就打包了四盒。然后阿黑要告诉大家的好消息就是，今天信客姐姐终于回归了。喂，姐，你到哪儿了？来了没有？我晚点过来嘛，我今天睡错了，过来看一下。哦，我在这儿等你，没关系，我在这儿，我这里帮你撑起。好的，好，谢谢你。好。来，今天的话专门拿了一个这个碗装的米饭，如果他们不够的话，可以直接用这个加。还有不的？有，还有这个盆了，红烧肉。好。来，这刀不是能挑来的。要饭。现在出来一大波，出来一波大波，但是他还没有出现，还没有来，现在已经快十二点了。要打个手，老嫌我们故意不放假不要来啊，故意好吧？就给他俩吃嘛，没，根本没的人，我们直接把他家去刷嘛。得不考虑一些问题的，你走七百多也那么快，你给他打个电话来，这儿还等那个的，太热了。喂，兄弟，等我一下，我在停车场都转了20分钟，找不到车了。你找不到车啊？不是，我突然找不到工作，我想问一下子。好，他还在停车场，还没出来，但是这边有一个大哥在这边。等他，我们先把我们这个珍藏的最后一份拿出来给他吃嘛。那我觉得他让他等这么久，这个没吃饭，挺难的。但是饭不够，但是土豆多。这一盒全是肉，本来准备自己吃的。来干。我你这边先吃嘛。来。他等不到，这块儿等不到了，你等不到他了。只有那点饭，有了，够了。只有那点饭了哈。够了。全是肉这不。我搞忘记了，我都忘去了，我也搞忘了。这碗饭怎么这个全部都变成了。明天来拿也可以嘛。三天都来。现在的话，我卫生也收拾完了，就在这儿坐等。我俩就在这儿坐等，他过来送饭给我们两个吃。姐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可算来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赶快收拾完，然后呢去吃午饭。幸好今天西哥姐姐她没做，做的话也是浪费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准备去吃那个螺蛳粉，好久没吃螺蛳粉了，她也特别想吃。Later， 就是这家螺蛳粉，我家楼下这家螺蛳粉，我还没从来没吃过这一家，但这周边就只有这一家，走吧。然后我们三个人一共点了46元，然后我还加了油豆腐和煎蛋。把这个手机上面下单就可以了。哦，像外卖这样。像外卖一样的。哦，像外卖。我不吃外卖呀，我就在这儿。我是意思说，像外卖这样招单就够了。哦，这样。啊、你这个还有点科技啊。人多了就不能这么招，必须要这样。这个比较简单，很简单啊。对，那单子是这样做了的，可以。老板一听就是广西的。广西的柳州吗？哦，对，柳州的，这是柳州的。哦，这螺蛳粉就发源于柳州。我们这个柳州的。今天中午就快乐的嗦粉，嗦粉的。对，花椒螺蛳粉。看着好辣。这个是我的大碗螺蛳粉。我还要给小弟加菜。把我喷死了，使劲把我喷吧。让小弟多吃点。哎，这个是一点，这是你一点。
待遇不一样是吧？待遇不一样，你也有的嘛，也有花奖。这个录一个这个大碗螺蛳粉，特别香的，我开动了。现在中午做的红烧肉，本来想给你们吃红烧肉的。今天这个螺蛳粉的话，我感觉没有我上次去广西那个吃的螺蛳粉好吃。但这个老板他说他也是广西的，柳州的。他广西的。广西，我说不来那个广普，我只会说川普。螺蛳粉。然后这个油豆腐啊，我觉得特别的好吃。这个油豆腐一定要给它吸满这个汤汁，这样放进去泡一泡，裹满这个油。今天我不是点的，今天我点的是一个微辣的，不敢吃太辣，毕竟感冒刚刚好。刀给夹菜，啥子？这个还在外头夹的呢，在花下来把五斤的。干不干？干不干？深圳不怕影子歪，我怕啥呀？我要坦荡一点，或者真实一点 ，real， 非常 real， 为我的 real 点赞。一碗广西螺蛳粉，吃出男人的沉稳。玩魔糖哦，玩魔糖哦，原来是这个呀，没喝过这个。这里请我们喝呀，破费了破费了。你要点最贵，他要点最贵，你好坏呀他。你要点最贵的。我不点最贵的，我点个最便宜的就可以了嘛。好了，我们的茶饮来了。是我的呢。20块钱啊，这一杯，好贵呀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了，明天再见啊、哦。